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11季的潘晕。然后今天呢，我首先要恭喜大家选到了 AP Bio 这节所有 AP 中最简单的一门课，好吧？你知道选到了 AP Bio 选是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一年之后你们将会成绩单上将会多一门 AP 五分的成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 AP Bio 真的是一门特别特别特别简单的课，你上课的时候不需要听，知道吧？看看视频，看看小说，都不要被 self 发现了，好吧？然后什么，不管 self 什么发再多的作业，你都不要理他，走，哎呦，都不要听他，不要听他了啊！我是来自，闭嘴，我是来自11F 的元昊，然后我相信。很多你们可能有认识我的人吧，对吧？我毕竟经常出现在各个学校的这种活动上面。凭什么认识你不认识我？好，然后大家应该正确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啊。首先跟大家先讲一下，这个课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它是一个巨难的，对吧？大家心目中的 photosynthesis 是什么？是 carbon dioxide 进去 ，oxygen 出来，这是 photosynthesis， 对吧？不，你们想太多，你们想的太简单了。你知道他那个图要画多长吗？有这么长？对，没有看错，就跟我脸一样长。啊，好的。然后，他刚才说上课什么 K 水啊，什么什么，别听他的，都应该要好好学习，然后好好听 Cell 讲课，这才是你们应该要做的。
然后我们康桥从来没有出现过五分，我们 sale 都只能考四分，你就知道这个课，你就知道这个课，你就知道这个课有多难了吧？好，所以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学习旅程中能够保持初心，能够好好的努力，好吧？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，我们都在十二年级，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十一 B 的张一凯同学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想分享一下如何在 AP Bio 里面拿到一个 High Score， 也就是五分。那众所周知，我们康桥呢，其实历史上没有人拿到过五分，也就是说，这门课其实非常的难。然后他也在AP 所有的课里面也是算几个比较难的课程之一，然后但其实这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是然后今天我就是要讲一下如何拿到一个五分。然后首先呢，就是你可能要，就是你明天开始上课，你得完完全全服从 Missile 的 instruction， 然后所有的 classwork homework 都要非常认真去做啊。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偷学，就是偷学的意思呢，实际上就是说白天看起来很混，但是实际上你自己晚上回宿舍或者是回家，就是你就是得好好学习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你才可能有机会拿到一个五分。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，他们全都在扯淡，什么上课特别简单，什么上课特别认真，其实全都没有晚上偷偷学习有用，真的相信我，只要晚上偷偷学习你全能考五分，相信我，这是他们的秘密，我现在不能多说，他们晚上就要把我拉走的，真的相信我，一定要晚上偷学，一定要晚上偷学，一定要晚上偷学，快走，给我走，闭嘴。我把刚刚那个人的没讲完遗言给你们讲一下，就是你们晚上要偷学 AP Bio 的时候，一定要偷藏几本 textbook， 然后趁他们都玩完了、玩累了、玩睡觉了，然后现在你就要把你的textbook 给拿出来，最好你还能藏两本，一本在学校跟他们说你没有带回去，其实你已经拿走了。然后还有非常重要就是各种笔记要留好，什么 bill 千万不要给他们看，让他们看见，他们就知道你在偷学，这样你就没有机会了。怎么还有一个人在这里讲？走，一定要好好学。